本台消息，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、缅甸联邦议会人民院议长吴瑞曼、斯里兰卡议会议长恰马尔和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的邀请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将于9月9号到23号对伊朗、缅甸、斯里兰卡、斐济等4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。